流行病学调查，这些病例均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活动时，经初步判断，这些病例可能接触了市场中污染的环境，或接触到了被感染的人员而传染发病。为此，关闭新发地农贸批发市场完全必要。有关溯源工作还在进一步进行中。